你看你的刀，看你的刀，看你的刀，那什么东西？来看他。炮筒二而已的，炮筒二，炮筒二，对嘛？都在一个，都在一个，对嘛？害我们分心，对嘛？他刚才什么几号几到了之后才记得这个资料的？对啊，对对对。所以拿到这个东西。他不知道这个东西。可是那你拿他先跑去说。以前我都觉得小江，小江对不对？你是小江，然后就是要加起来，然后如果他想要，然后半场，然后这样，跟你讲，又不然用不到，就可以，对啊，就可以，不。飞到中线，就是中线前面一点点，然后再去中线，中线前面，大概就是他前面中线的这个位置。轮转过去后，他往前跑，对，他往前。因为通常来讲，我是不会接这个球，但我就会接他，但结果我去接他，但他都没有在看我，他没有在看我，然后结果好惨，就输了。结束了吗？等一下，看时间。